啊，来这里不就要睡觉享受吗？来这里睡觉，欸，他的床真的很不错，难得来这里。你平常会来这里吗？巴黎？不会啊，很少。很少，对，你看，难得来这里，我们就是要出去外面走走。嗯，哎，说真的，那个连坐着都蛮舒服的，都想要躺下去。我都想问他们的床去哪里买的，我要家里换这个床。对。我也想要换他们的枕头。来这里之前有做一些功课吗？他昨天不是来了？哦，我昨天来过了。你来做什么？通常来巴黎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定要搭船嘛。刚刚他那个从淡水过来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协力车一定要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不想运动的人，他们这里还有电动协力车。那是怎么玩？他就没有啊，他就是你就直接发动，然后他就是可以往前冲，像摩托车那样，对啊，像摩托车一样，超级超级省力。好，那等一下，如果你想运动，你也可以用這。那等一下就玩那个电动的吧。等一下尼采好了，尼采啊，我们玩那个双人的。我为什么要？那有四人的。对啊，尼采，然后我们坐啊。为什么要？因为里面你最小，年纪，有道理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哈，有道理，你给我踩，你要不要委屈？给我乖乖踩。那你有没有就是类似就在风景区这样骑脚踏车？因为其实蛮多地方都有这种斜立车什么的，有吗？你有骑过吗？近期没有，之前有，以前应该有吧？小时候就真的是小时候啊。等一下应该又会有一些吃的吧？小吃有。其实因为我昨天来，然后有那个什么咖啡厅啊，然后可以坐在那边，而且咖啡超好喝的，我最喜欢喝咖啡了。对，我这个人呢，快要把台北市的咖啡厅跑透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记得还有一个，就是我跟你讲比较文青一点的行程，就是13行博物馆。我们去那个干妈店好不好？好哎，可以耶，我蛮喜欢的，我也蛮喜欢的。讲太快，慢讲快点。展出发到13行博物馆，自己发明哦，可以，可以。13行博物馆，再快再快，十三行，你有三吧？那你问你，13行博物馆，好无聊，超无聊，超无聊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先走一走，对不对？这边走一走啊。那等下我们逛完要干嘛？哎，我等一下有点想要运动。谁要运动？谁要运动？下雨哎，就在室内运动。我跟你讲，下雨所以要干嘛？玩水。来，给你发一下。为什么下雨要玩水？因为你一起湿啊。哦，是这样。给你发一下。哇塞，丽娜玩臭的有在那个。合理合理，有点默契哦。很好啊。好啦，那就先去逛，看等一下看你怎样决定如何啦。对啊。跟我们一起行动，还是想要自己行动？不要，我还是想运动。想要搞个人。要分开行动。还想搞个人。搞个人行动，晚点见。好。先去逛。好，走。哇哦，这里的健身房比我想象中的设备还要多哎。好，现在我们是那个分开的自己行动时间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先来室内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户外有一点冷，而且刚刚有点小飘雨，所以我先来好好的运动一下，因为最近刚好要拍写真嘛，所以好好的运动。那我刚刚看到的这个，我先来热身一下好了。
舒服吧？很舒服。坐在这边喝饮料，然后还可以看着风景。无边际的游泳池。没错。没想到这边有这么漂亮、这么高级的地方。对啊，很舒服哎。很可惜，刚刚就是下雨，游到一半。我们有游吗？也没游，就玩水玩到一半。游泳池旁边戏水，戏到一半，现在有点下大雨了，但没关系，休息一下。这边还有饮料可以喝。对啊，然后等一下，你看这边玩玩水，等一下还可以泡温泉，嗯，舒服的，还可以去做三温暖。没错。真的假的？要多泡一点。而且听说这边有一个叫做俱乐部当日券的东西哦，它是干嘛的？它就是，就算我今天不来住宿，我也可以使用这边的设施，比如说泡温泉啊，还有我们刚刚无边际游泳池啊，跟健身房都可以使用。哇，这很棒哎，超棒的，蛮酷的。我没有听过，就是不住宿还可以使用这些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设备都蛮好的，很高级，对。然后风景很好，就很 chill 这样，很舒服。如果时间有限的人，可以假装来这边，就拍一下照，假装来度假，对，然后拍拍就走，对，然后赶快就回去工作，这是只有我们才会做的事情。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优点是，他们这里的温泉的空间很大，因为通常饭店里的温泉空间都没有这么大。对啊，它是大到整个很宽敞，你就算很多人一起泡，你都不觉得很多人。哦，而且这边还有一个休息的区，就是你泡一泡太热的时候，对，想要上来休息一下。然后它还有分什么冷泉啊，还有温度，像我们这边是温水，然后有儿童池，那边是冷水，然后我们对面那边的话是温泉，温度比较热一点。我们现在就泡温温的，舒服就好。那等一下要去冷水一下。你可以去啊，我当时已经去过游泳池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怎么样？对，就是你的那个皮肤会更紧致，所以你们觉得他不是游泳池。你为什么跟我玩这个游戏啊？奇怪，一起去的。对啊，我等下吃饭。